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VR 的 MC 小陈，这一期又为大家带来了即兴者联盟带来的即兴戏剧。即兴戏剧真的是很好笑哦，看了之后呢，会让人很开心、很快乐。现在来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他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吧。各位晚上好，我知道欧洲是非常注重礼仪的国家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的飞龙艺术团也给大家带来了东方的礼仪，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东方的礼仪。来，有请大家起立。各位尊贵的客人们，放下你们尊贵的包，站起你们高贵的膝盖，跟我一起来。首先我带给大家的是来自远东第一大国中国的抱拳礼，右手握拳，左手抱着右手。在中国见面的时候，抱拳的时候要跟左右的邻居一块问好，问好的台词是您吃了吗？您吃了吗？您吃了吗？各位都吃了吗？没吃呀，吃就到此为止了，更多精彩视频请在 YouTube VR 带你进入虚拟现实。